早晨，展望港股后市，虽然中国疫情再起暗涌，加上美国国债息率上升是不利高股息的股份，但由于拜登即将公布经济刺激方案，在公布之前市场气氛都是向好，虽然大市成交和港股通净流入就较前几日是轻微减少，但仍然强劲，后市在一些传统股份，尤其是一些国内金融股发力之下，预期港股短线都维持坚挺，28,000是一个短期的支持位。星期二港股通淨流入繼續維持在100億元以上，淨買入集中在騰訊、中移動和中海油身上，受惠於強勁的 A 股市場，中國券商股以及內險股表現做好，預期短期內升勢將會持續，投資者可以關注國壽、平安和中信證券。而另一方面，中國的電動車股在美國 ADR 市場維持強勁，將會為在香港上市的同業帶來支持，但電動車板塊已經累積比較大的升幅，短期內股價相對波動。個股推介方面，今天會講回長和一號，預期疫苗廣泛接種之後將會推動環球經濟在21年復甦，集團港口零售能源業將會受惠，而長和主要的業務是在歐洲市場，其中英國的比例是最高，英國和歐洲達成貿易協議，長和將會受惠，而長和在20年底以100億歐羅出售了歐洲電信發射塔業務，不單止可以明顯減輕負債水平，而且還可以未來有機會進行回購去釋放潛在價值。股息上面來說，現價是預期市盈率7倍，目標價64元，指示價52元，謝謝曬。本人陳樂怡是證監會持牌人士，從事受規管活動，隸屬海基證券集團，有關牌照詳情請參閱以下連結https://www.sfc.hk/publiceweb/ind/bnj943/details， 其及或其有聯繫者並無擁有上述建議股份發行人的財務權益。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，只供參考及內部使用。有關資料是根據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，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，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。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，並不構成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醫藥，或邀約招來或懇求。海基及其高級人員、僱員、代理人及聯屬公司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，但對於你因使用或者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概不負責。